双鱼座讨厌什么？双鱼座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全凭感觉。讨厌内心不真诚的人，太做作，不守信用，讲大话的。双鱼座不能接受装逼，双鱼座只想要简单的真实感。双鱼座会因为细节而爱一个人，也可能因为一个细节而转身。比如挂完电话骂人发牢骚的，对服务员态度不好的，媚上欺下的，表面不说，但双鱼座心里大打折扣。一点小细节都会让双鱼座心凉或者心暖。如果你没有发现他的小情绪，时间久了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。双鱼座永远尊重自己的感觉，讨厌没有爱心、没有公德心、审美不在线的人。双鱼座很敏感，可以很明显的察觉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。双鱼座要的是慢慢的熟悉，受不了没有自知之明的满嘴放炮、穷追滥打的人，忍受不了对象小气、对世界没有信心、热情，都会让双鱼座放弃喜欢。双鱼座讨厌对方诋毁自己喜爱的事物，无下限的试探底线，他们忍了一次又一次，沟通不了就会彻底死心。双鱼座是善，但是不傻一斤。双鱼座的心没有那么坚强，不爱请直言，不要敷衍。你的渐行渐远相当于温水煮青蛙，很残忍。如果双鱼座发现你的花心，发现自己在你心里的地位不过如此，就会决定放下，即使过程痛苦不堪。双鱼座与生俱来的第六感很准，不愿意戳破很多事。如果谎言一次次被验证，那不好意思，双鱼座会穿上坚硬的铠甲，远离并保护自己。双鱼座极其重感情，掏空自己的付出，但不要把他们的好当成理所应当，利用这份好来伤害双鱼座。在背叛不忠面前，双鱼座的字典里没有原谅二字，不要亲手把天使幻化成魔鬼。双鱼对你的好只有一次，失去了就不会再有。